大家好，我是胡明鑫。好，那在上次课当中呢，我们体验了第一种情况，就是不使用 form 的情况，对吧？我们要去实现一个表单的这个添加，然后呢，会有一些比较繁琐的过程啊，繁琐的代码我们要去写。好，那这节课的话呢，我们将体验后面两种情况啊，使用 form 和 model form，我们可以怎么去用它？然后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好处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带着大家去体验一下。好，还是我们刚才的这个例子，好，刚才的这个例子，那刚才的这个例子的话呢，好，这是不使用 form 的，对不对？好，把它备注一下。好，不使用 form 的情况。好，我们把它注释掉哈，把它注释掉。那我们刚才的这个代码哈是这样子来的，对不对？好，不使用 form 的情况。那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使用 form。那 form 的话呢，我们先使用这个 form，对不对？使用 Django form。使用 Django form 的情况，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也有说到，啊，有两种，对吧？主要分两种，一个是表单类的父类，那另外一个是可以绑定模型的，啊，我们先来看这种，好，我们先来看这种，好，当然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去使用这个 form 的话呢，那我们要先去定义好这个 form，那怎么去定义 form？那一般来说，我们要去定义好我们要用的 form 的话，我们需要在我们的 APP 里面啊，就在我们的这个 APP 里面去增加一个模块。这个模块的话，一般命名的话呢，我们会命名为 forms。那这个模块的话呢，就是专门来存放我们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可能会用到的这样的一些表单的 form，我们都会放在这里。好，那我们要使用 form 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去把这个导入过来，啊，先去把 Django 的这个 form 导入过来，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会用到它，啊，我们自己去创建的 form 也需要从它去继承，啊，所以我们先要把它导入进来，先要把它导入进来。那导入进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去创建自己的 form。那我自己的 form 呢，假设叫 public 那些 form，那这个地方，从我们的 form 的这个类去继承，对不对？form 的这个类去继承。好，那这里面的话，我们怎么去写呢？啊，这里面怎么去写？这个 form 的这个类哈，它也有很多字段，就像我们的 module 一样啊，就像我们的 module 一样。我们的 module 它有很多的这个字段类型，对吧？比如说字符串的类型，URL 的类型啊，或者是数字的类型。那同样的话，在 form 里面，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那只不过这个地方呢，不是 modules，而是什么呢？forms，对吧？forms，啊，你可以看到，那比如说有字符的这个类型的字段，对吧？也有呢，比如说图片的这个字段，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整数的这个字段，对不对？它有很多的字段。好，这些字段的话呢，当然我们现在不一一的去看，啊，待会的话我会给大家一个文档，大家在那个官方文档里面去看，去了解就可以。啊，所以我就可以呢，直接哈把这些复制过来啊，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好，进行使用，对不对？好，我还有其他的几个，对吧？RJS set 啊，全部都复制过来，放到这个 form 里面。啊，我这个 form 全部都有这个字符的字段，对吧？包括这个 URL 的，哈，它其实都是有的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对吧？你看它有这个 URL 的字段哈，其实和 module 的那个字段有一些类似啊，当然不完全一样哈，但有一些基本的字段它是一致的。那这里面的这个字段选项呢，不是一样的哈，所以我要把它给删掉。啊，字段选项的话，我们待会可以去设置。好，现在我就创建好了一个最简单的 form 类。那这个 form 类的话呢，是出版啊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表单类，它是从我们的这个 form
对吧？去继承过来的，然后去声明了一些这个表单的字段，啊，表单字段。好，我有了这样的一个表单类之后，啊，我就可以在这个 view 里面去使用它，啊，view 里面去使用它，那我就可以去导入我的这个表单类 form hello 点 form import 啊，我去把我自己定义的这个表单类呢导入过来，对吧？导入过来，导入过来了之后。啊，导入过来之后，好，首先，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去渲染一个初始的添加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界面的时候，啊，我就可以去初始化一个表单对象。那这个表单对象呢，比如说叫 public form，对不对？我就可以初始化这样的一个表单对象。那初始化这个表单对象之后，啊，在我的模板会接收到这个表单的对象。那在模板这边的话，我就可以怎么样呢？那这些我都可以不要了，啊，就是这些具体的表单字段的内容啊，我可以不用自己去写了。那我现在呢，只需要去调用我的表单对象。那表单对象的输出的方式有 ASP，还有 ASTable、ASURL，对吧？比如说我用 ASP，好，那我重新去刷新一下。啊，重新去刷新一下。好，你会看到它自我的这个 form 对象哈，我的这个 form 对象，这个 form 对象，它自动的帮我生成了这些表单的信息，看到没有？自动生成表单信息。然后我去点击查看源代码，好，你会看到它生成的这个表单的话呢，它是用 P 标签，对吧？用 P 标签，然后去把我的这个字段的信息包含起来的。好，我们刚才有看到，除了 ASP 还有。ASTable 啊，那如果是用 ASTable 的话，那你看一下刷新，那它会生成的是我们的一个 table 对吧？一个 table 的内容啊，或者是 ASUL，那它就会生成一个无序列表啊，它会生成一个无序列表 ALI 的方式，看到没有？啊，当然我这个地方呢，那比如说就用 P 标签对吧？那它就生成了这样的一个表单啊，生成这个表单。那生成了这样一个表单之后哈，它生成的这个内容的话，它生成的这个表单的内容的话，你们可以看到，对不对？它也有 name 啊，也有 ID 啊。当然的话呢，我们去获取的时候啊，有的同学说，那我这边获取的话呢，是不是就直接用之前的这个方式去获取就可以了？啊，我们之前获取这个。用户输入的内容，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对吧？这种方式去获取。OK，我们可以看到它生成的这个表单的名字，它的 name 其实和我们去指定的那个其实是一样的，对吧？你要用这种方式去，就是用这种比较原生的方式去获取，当然也可以啊，当然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既然用了表单，啊，我们就用表单的方式去接收会更好。表单的方式怎么去接收？好，怎么去接收？好，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这样来做。好，首先的话呢，我还是要去得到一个表单的对象。这个表单的对象的话呢，通过我的这个 post 的数据先去初始化一下。啊，就是我根据传过来的这个数据，先去把这个表单初始化一下。初始化一下之后呢，我这个表单对象里面就会包含用户提交过来的值。然后我再去调用一个，一个方法，一个验证的方法，is valid 的，啊，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话呢，它就可以去帮我们啊，可以去帮我们验证表单的这个数据是否是合法的，比如说是否为空。对吧？你是否填写的是一个空的这个表单，它都可以给你验证出来。OK，然后紧接着我在这里面去获取它的这个内容啊，它的这个内容，我就直接去创建这个 create。好，把这上面的代码呢复制下来，create。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去接收用户输入的数据，也不需要用这个 request 点 post 去接收了，因为我的这个 request 点 post 的数据已经在表单里面了，对不对？
您在表单里面，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表单的 calling data 的一个属性啊，去获取到我想要的值，啊，就可以这样来写，啊，把这些呢全部先替换掉，好，然后呢，这里面的这个 name 的值我也要替换掉，好，这样一种好处是什么呢？这样一种好处的话，使用这样的一种验证方式之后，我们得到的数据呢，就是一个合法的数据啊，就是相当于是会经过一个验证的数据，好，然后处理完了之后，我们同样可以去一个 response 哈，添加数据成功。好，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对不对？添加出版社的这个信息成功。OK。好了，这样的话哈，这样的话呢，我这个代码哈，这个代码的话呢，使用这个普通的 form 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写完了，啊，是不是很简单啊？很简单。然后我这一句代码呢，我要把它放到和 else 啊，和 if else 同级啊，因为我这地方要是没有验证通过的话，它还是需要把这个模板给渲染出来哈。我可以就这样去写啊，这样去写的话好一点。啊，放到和它的一个级别啊，一个级别。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好，现在我的这个表单啊，就有这样一个表单了。那我们之前的话，原来的那种方式，如果里面没有填内容，也可以提交。那我现在没有填内容，你再试一下。不行了，看到没有？它会告诉你，好，这个字段是必须填写的，对吧？这字段是必须填写的。我们数据库里面呢，也不会再有空的值进来哈。这个空的值是之前添加进来的，对不对？啊，这一次没有添加进来，它给了你一个提示，对吧？有一个提示。好，如果我要给它添加内容，我都把内容给它加上，然后再去提交一次。好，就随便写一些内容啊。那提交。啊，这个地方。那你这地方他还要求我输入网址啊，之前是没有验证这个网址的合法性的，对不对？他现在还要验证网址的合法性，啊，所以我现在再给他一个网址，然后再点提交。好，那这样的话，这个信息就添加成功了，好，添加成功，刷新。那你会看到这条信息，那其实就到我的数据库里面来了，对不对？好，嗯，通过这个 form 啊，通过这个 form 的话，我们简化了很多东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虽然说增加了一个 form 的这个表单的这样的一个类，对吧？增加了一个表单类，虽然说增加了这样一个，但是的话呢，从整体上来说，我们的代码是简化了，啊，不用再去挨个接收数据，对不对？不过不用再去挨个的去做验证，我们前面的这个代码还没有做验证，对不对？那这个地方的这个通过这个 form 的这个地方。那他还帮我们做了验证，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去做了一个合法性的验证，对不对？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模板里面，原来我们写了很长的这个表单元素的那个代码，那现在我也没有写，我现在直接是调用了一句代码就生成了整个表单，对不对？所以从总体上来说，那使用 form 之后，我的这个表单的操作啊，代码更为精简啊，功能呢也更为强大了，对不对？当然，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哎，好像不是太友好，对不对？那比如说这地方显示的都是英文，对吧？然后刚才提示这些信息也全部是英文，那这些信息的话，其实你可以自己去定义的，啊，可以自己去定义的。我们这个 form 里面啊，你可以去添加一个 label 的属性啊，你可以去定义它的中文显示信息啊，比如说名称。地址、城市、省份、国家、网址，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呢？好，你看一下是不是全部就替换成这个中文了，对不对？好，然后这个地方的提示信息你也可以改，好，你也可以改。它这里面的提示信息的话呢，它有。比如说像这个 error message 啊，error message 你可以去改，
它这个地方的 error message 的话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错误属性设置的标签。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要求必填的话，那它必填的这个标签的名字呢叫 required 啊，这个项必填啊，比如说叫必须填写吧，啊，假设叫这个名字，对不对？我就把它的这个 error message 呢，给它全部定义到这里面来。好，那你会看到这地方定义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就发生变化了，变成我自己定义的一个内容哈？但这里面还有很多技巧啊，还有很多技巧。好，这个的话呢，这个的话呢，会给大家留成作业，大家去思考啊。如果到时候有问题的话，在我的答疑课或者直播课里面再问我啊。那比如说，我这地方每一个字段都写了这个 error message，那是不是看着很麻烦？我可不可以一次性把它写好？啊，在其他地方我只需要调用就可以，对不对？啊，再比如说，这地方除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信息提示，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提示，其他，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必须填写，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比如说这个。我可以去设定它的长度，对吧？这个 max length，那比如说这个 max length 最大的长度超出范围了，那它的错误提示又是什么？对，啊，它的错误又是什么？这个的话呢，给大家留成一个课后作业，好，大家去思考一下怎么去完成它。当然这个作业的话呢，这个课后思考的作业，大家可以通过我给大家的关于这个官方文档的介绍啊，你可以去看去了解。好，在这里。好，这是使用 form 啊，普通的这个 form 的方式，我们实现了我们这个出版社信息添加的一个功能，对吧？添加的一个功能。然后还有一个类，那这个是 module form 对吧？module form 这个 module form 的话呢，它可以把整个代码变得更为简洁，变得更为简洁。那这个 module form 怎么来用啊？我这地方呢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啊，做一些小小的改变。那这个 form 类啊，我们去自己定义的这个表单类呢，就不从这个类去定义了。我们去从哪里呢？从这个 module form。从这个地方去定义啊，从这个地方去，对不对？继承啊，继承这个 module form。好，那这里面的字段的信息啊，我这地方也不用写啊，我这地方呢就把它呢全部注释掉哈，然后我在这个 meta 里面呢去指定我的这个 form 要和谁去进行绑定，和我的这个 public 对不对？public 的这个 form，那这个地方的这个 module 还没导入过来哈，所以我还要把它导入过来，啊，所以我要把它导入过来，对不对？导入过来。好，然后我这个 form，这样就把它绑定过来了，对吧？把它绑定过来，绑定过来了之后，那我这边要去进行，好，这地方报了一个错啊，好像说，啊，说的是我的这个 body form 呢，必须要有一个 fetch 或者是一个 include 的这个 exclude 的设置项啊，这个和我们前面模板里面。啊，就讲那个 admin 啊，讲那个 admin 配置里面的那个，其实有点类似，对不对？就你通过这个 fetch，啊 fetch 的话呢，你可以去指定哪些字段要显示到 form 里面去。这个呢，就正好相反的意思。比如说我就这样设置，我就设置呢，除了 ID 之外的其他字段都要显示到这个 form 里面去，对吧？就是排除 ID 字段，其他的字段都要显示到 form 里面。那我可以这样去定义，这样去定义。好，我这样就定义好了一个我自己的 form 类，这个 form 类是从 module form 继承的，好，module form 继承的。然后呢，我这边的操作哈，我这边的操作我可以进一步的简化，好，把这些呢先初始。啊，这是使用 Django form 的情况，然后。我再加一个，
啊，使用了 Django model form，对吧？使用 Django model form 的情况。啊，Django model form 的话呢，会更简单啊。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怎么样的变得更简单。好，这句代码我就不需要了，这句代码我就不需要了，我只需要怎么了？我只需要一句代码就搞定所有的这个添加的操作。好，我就总共哈，就原来的这个不使用表达的情况这么长，对吧？然后呢，使用 form 的情况，对吧？得到了一些简化，然后最后再到 model form。那 model form 的话，它和我们指定的 model 去进行绑定之后，那我们可以直接去调用表单的一个 save 方法去添加数据。好，实现的功能呢还是一样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好，然后首先是为空的情况，对吧？还是不能添加，对吧？为空的情况不能添加。好，我现在呢，给它添加一些，好，随便添加一些数据。好，网址的话不能随便添加哈，指定一个。那这样的话呢，点进提交，OK，添加成功。成功，我们看这个数据有没有通过 save 方法保存进来。OK，那你会看到我的这条数据是已经保存了，对不对？已经保存了。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就是通过 model form 去实现的整个的这个插入数据的这个操作，就用了这一句代码就搞定了啊，一句代码就搞定了。OK，好，这是 model form。好。这是关于给大家去介绍的 Django Form 啊，就 Django 的一个表单系统的一些入门的知识哈。如果要去深入的去研究这个 Form 的话呢，还会包含有很多的东西，包括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例子里面，比如说包括它使用的字段，包括它使用的字段选项，都是指使用了一些非常常见的，对吧？啊，然后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Form 字段和form 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它的 form 的字段哈，在官方文档里面，你们可以打开去看啊，它有很多的这个字段，很多的字段类型，比如说我们刚才有用到这个 label 对吧？啊，它还有这个 initial，啊，还有 widget，啊，help text 等等啊，error message 我们有用到，啊，很多的这表单字段，那这些信息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去查看，对吧？去查阅。那另外的话，在我们的直播课和答疑课里面哈，如果是有问题的，也可以来询问我。然后这里呢，还有 form 的一个使用的 API 的文档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看看。然后这里面还有包含表单的一个验证的使用啊，表单验证的使用的话，我们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好，包括还有像自定义表单啊。自定义表单的字段，自定义表单的字段，比如说你觉得它这里面提供的字段不够用，我想自己去定义这个字段的话，也可以去自己去定义。那这些的话呢，会在进阶哈里面，Django 进阶里面再给大家做一些介绍。OK，所以总结来说的话哈，通过我们前面演示的这三个例子啊，那使用 Django 当中的 form。啊，使用这个表单系统的话，它可以帮我们大大的去简化代码，去简化整个表单的这个过程和流程，对不对？因为在这个表单系统里面，它把一些常用的功能特性都整合到了一起，比如说表单数据的保存、表单数据的验证、表单数据的接收，啊，它全部都在这个 form 内里面去实现了。而我们的 model form 的话呢，它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form。啊，这个 form 的话，它可以和 model 啊，和我们的模型类去进行绑定。绑定之后的话呢，可以更加方便的去操作，更加简化的去操作。OK，好，这个的话呢，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内容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啊给我留言。好，谢谢大家。嗯。